学一些 fashion 或是 styling 的东西，然后就好像你会把你自己一些不同的 fashion， 好像一些新年我们之前所做的，然后学一些shape 的变化，或者是渲染的变化，放进 fashion 里面，让整幅画变得很有色彩。我觉得自己的弱点应该会是见识少，然后因为现在都是用科技来沟通还是什么，然后就弄到自己比较少出去，然后也很少沟通，然后也是让自己很少在外面一直走动。然后现在我要 improve 应该会是经常会去 gallery 去看东西，看一些不同的好像不属于自己关于的自己的 course， 然后会有些 fine art 的他们的一些 concept 还是一些 idea 是从哪里来，有时候会访问一些artist， 他们的灵感是从哪里来这样。跟朋友的话就是会去看一些电影，然后喝茶还是什么，就会来聊天跟他们沟通，然后可以增加一些沟通能力这样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会一些 DIY 的东西，因为自己本身也是会煮，然后也会缝东西，就还会做一些钱包、铅笔盒，然后煮的话就做 cupcake 或是饼干，然后如果说兴趣的话，就是自己的书法，因为自己也是有参加一些书法比赛以前，然后自己也是会一些，然后也是有参加一些过一些比赛，好像之前有参加过那个丹中 heritage， 然后自己也是有去参加。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一个 famous illustration artist 这样子，然后也可以开一个 gallery， 然后里面有自己的画，然后让自己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给表现出来在那个画上，大概是这样。